久久的幻影在黎明前从你发出邀请的讯号，突如其来的喧闹编织出了色彩斑斓的咏叹调，他们用碎石或纸条铸造起名为家园的城堡，毫不吝啬向世人展示那片目光而生的羽毛，化身远古的精灵，成为人们在美食中的珍宝，飞往了留下谷，全世界都看见绝了容貌，一遍一遍却敲动了每个细胞，原来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拥有最担心的躯壳，穿越无垠草原和大海，只为感受万物的骄傲，探寻着追踪他们的足迹，直至天涯海角，用双手给失去的美丽生命标下永恒的主角，在大自然这个博物馆内最后做一次香港。